天还没亮，急速的哨声打破了大山里的静谧。此次巡逻，路途远，路况差，在巡逻途中亦发生。巡逻分队在连长但增列珠的带领下，伴着夜色朝51号界桩出发。我们今天要巡逻的51号界桩位于原始森林最深处，从连队出发都是高山峡谷、密林、悬崖，不管是乘车还是徒步，都非常难走。因为正值雨季，天气变化无常，时不时出现的浓雾让车辆不得不放慢了速度。新兵贺一鸣对窗外的风景充满了好奇，而他的班长则在一旁不厌其烦地叮嘱着巡逻注意事项。班长跟我说过，51号界桩是我们连队最远的一个界桩，路程很远，很艰险，特别不好走。但作为边防军人，尽管路程再远再艰险，我也很想去那神圣的界桩。经过6个小时的颠簸，巡逻分队终于到达了临时执勤点。从临时执勤点到51号界桩全程60多公里，途中我们要翻越3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，来回需要20多个小时。考虑到我们有些同志可能出现体力不支的现象，我们一般都是在凌晨4点出发。经过一夜的休整，官兵们再次踏上了巡逻路。夜间行走在茂密的灌木丛里，即使打着手电，视线也很受限。加上地面潮湿，布满青苔，官兵每走一步都得格外小心。缺乏经验的贺一鸣就不小心摔了一跤。摔伤没有？没事。起来，看一下。怎么样？没事，班长，没事。越往前，路越复杂。没过多久，官兵们就迎来了一道悬崖。但增列珠特地挑选了一名体能好且经验丰富的老兵，先爬上去系好安全绳。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，稳住重心，手抓稳。逃兵在前后，新兵在中间。上。5个多小时过去了，官兵们顺利翻过了2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，而此时天空也已经放亮。我们在经过莽荒区的时候，要随时注意脚下的动态。如果说发现有蚂蟥吸附在鞋面或者说裤腿上，要第一时间撒盐，或者说用菌刺把它消掉。潮湿的雨季正是蚂蟥繁殖的最佳季节，别看它个头小，但一不留神就会钻进官兵的裤腿里、鞋子里，如果被咬后不及时处理，很可能就会感染。巡逻路上的特色，看到没有？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？遇上蚂蟥，撒盐。穿过蚂蟥区，又是野生动物出没的林区，巡逻分队的官兵们一路过关斩将，终于抵达了此次巡逻的目的地51号界桩。新兵贺一鸣完成了自己军旅生涯的第一次为界桩描红。不管这一路来是有多么的艰难，多么的累，看到祖国界桩的那一刻，心里是无比的激动，无比的兴奋。只有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上，站在祖国的界桩旁，我才是一名真正的边防军人。